你好，欢迎来到西方史纲五十讲。这一讲，我跟你聊一聊共和。共和是罗马留给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最重要的遗产。那么，为什么是罗马发展出了这种政体呢？这一讲，我就带你从软逻辑和硬逻辑分别来看看共和的底层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罗马长出了这种政体。如果你对历史比较熟悉呢，你可能会说，我们中国古代就有共和啊。西周末年，厉王啊想把山川、河流、草木、森林都国有化，大家不同意。于是诸侯起来啊，就把厉王赶跑了。厉王跑了之后啊，也有两位大臣主持贵族会议来控制朝政，代行天子之权。这个就叫周昭共和，它发生在公元前841年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共和。但是你看这个共和意味着什么呢？它的结局又怎么样呢？过了十几年，等周宣王继位，共和就结束了。周昭共和有三个要点：第一，共和没有取代王制；第二，共和是王制出了问题的时候啊，打的补丁，他们其实啊是同一个制度系统；第三，共和的掌权者啊，是大贵族，发起暴动的国人啊，并没有得到权利，甚至连名义上的权利都没有。一对比啊，罗马共和的特点就充分显示出来了。首先啊，它取代了王制，罗马呀，甚至形成了一种提防王制的传统。在罗马人心目当中，王制是坏东西。那你可能说，老师不对呀，罗马共和国后来变成了帝制，罗马皇帝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啊。确实如此，但是罗马皇帝啊，跟中国的皇帝还真不是一回事儿。他们虽然掌握大权啊，但是也会顾及共和仇视王制这种传统。回到罗马共和国的特点，第二个特点，既然共和取代了王制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制度系统，不再是王制的补丁，甚至啊对王制有排斥性。罗马人甚至把怀念王制当作犯罪写进了刑法。第三个特点，罗马共和国的权力啊，有一大部分在名义上是属于人民的。罗马国家的名字啊叫 SPQR， 共和的时候这么叫，改成帝制还这么叫。这几个字母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，罗马人啊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。你觉得这种立场很熟悉，对吧？但是我要提醒你，这是将近2600多年前的事情。在那个时候，世界上各大文明啊都把王制当作理所当然，干掉王制，人民当家做主，简直就是奇葩。那我就带你回2600多年前，看看罗马共和这朵人类历史上的奇葩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。为了帮你更好的把握罗马共和啊，我从两个方面来讲。第一个方面，罗马人的生存逻辑和人格品质。这是软逻辑，可以说啊，正是这种软逻辑培育了罗马共和。第二个方面呢，是共和制的底层经济基础和它配套的政治安排。代表案例是格拉古兄弟的改革。从这个案例，你能看到共和的硬逻辑，软硬相连接呢，归根结底就是在讲人性和政治的复杂关联。我们先来看看软逻辑，罗马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他们为什么会制造出共和，他们的生存逻辑啊和人格品质当中到底能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先来看看宗教，宗教对共和有什么影响。这一点啊，可能不太好理解，因为一般来说呢，宗教总是包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，神秘的力量呢，往往又和王制联系在一起，比如说君权神授。如果这么看的话，宗教和共和应该是对立的呀。那我为什么要说罗马宗教也是滋养共和的土壤呢？这是因为罗马的宗教比较特殊，和其他地方的还真不太一样。我上一讲跟你讲过，罗马人的神啊，就是希腊人的神换的名字，其实是一套系统。但是呢，罗马的宗教也有和希腊不一样的地方。主要是罗马人的宗教有很强的独特性，对共和的产生啊很有帮助。这个所谓的独特性就是它的政治性。罗马人的宗教政治性很强，是拿来巩固统治秩序的。一般宗教对于心灵安顿和生活安排，但这都不是罗马宗教的任务，甚至被故意的忽略了。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希腊诸神，绝大多数希腊神话的主题啊都是一个，宙斯闲不住，到处找小三儿；天后赫拉很彪悍，到处迫害小三儿。被赫拉迫害以后呢，宙斯还拐着弯的去安顿小三儿和孩子。罗马人的宗教绝对不讲这些内容，所以啊，罗马神话很干瘪，没有太多好玩的故事。罗马人啊，故意把宗教做成实现政治团结的工具。那这跟共和有什么关系呢？罗马宗教的这种政治性啊和世俗化啊，让自己变得很单薄，里面没有那么多神秘的内容。这样一来啊，需要神秘内容来支持的君权神授啊就很难建立起来，即便建立了，也很容易被推倒，因为世俗化程度很高，人和人之间的俗常生活啊，比强大的宗教带来的那种神秘的内心生活更占据了罗马人的内心，所以啊，人民当家做主就顺理成章。说完了宗教，我们再来看看罗马人滋养共和的第二个土壤，就是品行。上一讲我说过，罗马人啊是典型的农民士兵，在家种田，出门打仗，这种类型的人啊，在性格上是勇敢的、忠诚的、朴实的，甚至木讷的。这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倒是有很好玩的相似之处。孔子说：“刚毅木讷，近人矣。”金庸就以这句话为原型，塑造了郭靖这个大侠的形象。罗马和中国啊，在古时候都是农业社会，对老实人的好感是相同的。这样一种品行对共和有什么好处呢？
这样的人心思单纯，你看郭靖就没什么心眼嘛，他对人民生活疾苦很在乎，相应的他就对敬权神授那一套啊听不太进去。质朴忠厚的人们啊，把政治共同体当做自己的事业，而不是靠鬼神团结在一起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谈第三层，就是政治行为逻辑。什么是政治行为逻辑呢？它就是一种制度安排，可以实现个人成长和国家繁荣的相互促进。罗马的政治行为逻辑是什么？质朴忠厚的罗马人啊，在家种田，出门打仗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啊，和共和国的军事扩张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就像商鞅为秦国设定的基本制度一样，军功受爵。你能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，分到多少田地和奴隶，取决于你在战场上的表现，凭实力说话。所以呢，罗马人的忠诚和勇敢的好品质啊，就有了制度和文化的土壤。好制度就是让拥有好品质的人顺畅的升官发财。你看，在罗马人的生活里边，共和是最容易实现个人成长和国家繁荣相互促进的，因为啊，共和认定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君主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有问题，既然罗马跟我们中国一样是农业社会，喜欢老实人，也讲究军功受爵，那么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共和呢？在王制当中，也就是在古代中国的社会里，军功受爵啊是要靠实力，但归根结底啊是君主的赏赐。所以韩非子啊教秦始皇，赏罚是君主必须牢牢掌握的工具，叫做二柄，手柄的柄，就是两个手柄。用现在的话讲，赏罚是君主治国最重要的两个抓手。而罗马的不同就在于，他们认为这个抓手啊应该由人民自己掌握。好，现在你能理解罗马人的政治品质是共和制度的基础了吧？知道共和怎么来的，你就容易理解共和是什么了。我带你先看看共和的基本特质，主要有三条。第一，共和是人民共同的事业，权力属于人民。人民是谁？西塞罗给出了标准答案，人民啊就是拥有共同法律的人，也就是说人民的本质啊是法律的共同体。共和的第二个特征，共和需要同时也要求人民拥有美德，其中最重要的美德就是爱国奉献。国家属于人民，人民当然要热爱自己的国家。第三个特征，共和呀通过复合型权力结构来管理国家。在罗马，执政官、元老院、平民大会是共和国的三大权力机构，各有职权。大历史学家波利比亚认为啊，他们分别代表着君主制、贵族制和民主制，三种政体混合在一起呢，发挥了各自的优点，克服了各自的缺点。罗马之所以强大，归根结底啊是因为它的制度很强大。但是罗马共和并不是完美无缺的，更不是凝固不变的，这就要讲到我们开头说的共和的硬逻辑了。共和诞生的时候啊，罗马还是一个小国，随着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快啊，它开始变成一个大国，一个强国。这个时候共和出问题了，制度和人民都出问题了。事情大概是这样的，罗马人呢经过了一系列的南征北战，最后又战胜了最重要的对手迦太基，获得了巨额的土地、金钱、奴隶。简单来说啊，原来那个小而穷的共和呢，现在变得大而富了。在这个高速发展期间呢，经济上的贫富差距也拉大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而穷时候的那个制度还适用于大而富吗？于是在公元前133年，提比略·格拉古就任保民官，他提出了土地改革法案，限制个人和家庭拥有的土地上限，把超额土地收归国有，分给穷人。你听听，这不是均贫富吗？对，他为什么要均贫富呢？因为贫富差距过大会威胁社会稳定，更重要的是他会侵蚀人心。贫富差距如果过大呢，这个时候本来就不怎么神秘的宗教难以解释混乱的社会现象，质朴醇厚的品行呢也会被动摇，军功受爵的激励呢也会失效。这么发展下去，罗马的国本就动摇了。但是提比略这种均贫富的改革肯定伤害了贵族的利益，所以他很快就被贵族刺杀了。后来啊，他的弟弟盖约又当上了保民官，推出了更全面更大胆的改革，最后也被杀了。改革失败，均贫富的目标没有实现，这也就意味着把大而富的罗马往回拉，装进小而穷的框架，这种努力是不会成功的。这个时候我要带你看看文明的核心问题。第一，文明的硬核是政治，没有好政治，再美好的文明也活不下来。第二，政治的核心是怎么样把资源分配理顺，使得人心安定，大家团结一致。第三，人心的状态和资源分布高度相关，资源变了，人心也会变，相应制度就得改，否则就会失控，政治毁了，文明离覆灭也就不远了。罗马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了，之后的事情你可能也知道，虽然共和国没落了，但是他没有直接死掉，而是变成了帝国。那这是不是说罗马人已经找到了一种适合大而富的社会政治安排呢？我在下面几讲会和你仔细分析这个问题。好，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，共和啊是罗马的创造，其他古老文明里边都没有类似的政治制度，但是它只适合小而穷，一旦国家变得大而富，它就很危险。下一讲我就带你去看看罗马是怎么变得大而富的，其中的关键就是罗马打败了地中海霸主迦太基。期待你的到来，咱们下一讲再见。